开始要开始降了，结果美国经济并不见得那么好，哦，应该是变成了反转又再起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，大概明年渐渐的哦，会就是把 QE 停掉，现在每个月资金850亿美金，850亿美金是2兆多美币，超过我们去年的这个政府预算，超过台湾。那 QE 影响美元的汇率利率 ，QE 美国狂印钞票，美金在市场的流通量增加，结果美元会怎么样？美元贬值，台币升值，台币升值的话，外销就没办法，外销就过了。哦，所以去年31块的时候，台湾见。